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啊，今天带着这个罗文娜去见配去啊，来找个男朋友啊，来看一下，这是正宗的德系罗文娜。走，咱一会都到那个兽医站了，检测一下。咱现在已经到了啊，已经到我们这边的那个配狗的那个基地了哈，它是个犬舍，有200余条精品种公啊，咱一会咱进去看看去啊，走。我敲门去啊！我看一下，200多条种公，这是双品种的金毛哈，壮不壮？拉布拉多，太胖了。Hello，看这拉布拉多，全是公的哈。每个狗估计都得100多斤，这个也是拉布拉多，哎呀，厉害了，看到了吧，精品柯基啊，精品柯基，苏格兰牧羊犬，还有一个卡斯罗。发型，咱出去啊！她男朋友长得这个样啊，先预热一下，一会就做不可描述的事情。对，先调味型。认识认识，熟悉熟悉。你家就这2套罗威纳？羊多少房子？羊多的呀。羊多的房子挺大事儿。羊多。母狗是正宗的。德系罗威纳，公的体格挺壮的，这公的把尾巴给剪掉了，不剪尾巴它的话多好看。咱进去参观一下其他狗狗。那刚到这边哈。他家确实有200多条狗，还有德牧、哈士奇，里面太吵了，太吵了。还有杜宾，也是拉布拉多比较多，这个阿拉斯加也不错。还有，你看这阿拉斯加，也得有100多斤，厄霸犬，看到了吧？拉布拉多还是比较多的哈。杜宾，这边有德牧，再去这边看看。刚才那边全是小型犬，太能吵了。这边有秋田犬、秋田、马犬、萨摩耶、阿拉斯加，狗特别多哈。行，咱今天先出去啊！哎呀，太吵了，太吵了！已经成功了哈，已经成功了。等着吧，还得好长时间呢。这两个罗威纳漂亮啊，期待精品啊，期待两个月之后出生好宝宝啊，出现好宝宝。他家狗太多了啊，有需要买狗的大狗的可以到这里来买啊。家里面有发情的狗狗可以来这里找男朋友啊，这里面的男朋友特别多，200多条，一点都不少。你看这边还有金毛，这是应该是母的，应该是母的啊，站起来，看，是母的，喂的太胖了。还是小狗呢，
你看样子比较年轻。行，咱今天到这里哈，关注一下我。